同大家講下啦，呢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110啊，我哋即係企緊呢個地方咧就係110米嘅海拔高度啊。咁啊，呢個咧就叫做110礦洞，實際咧佢係冇礦嘅，佢開咗嚟目的咧就為咗係公司慳皮嘅啫。因為你長期要請一工人嘅人工係咁一路漲一路漲，無止境咁啊漲，係嘛？咁啊佢咧為咗慳呢個咁嘅人工咧，佢就喺度開創一條船，就用電氣化嘅火車咧將礦咧用機械化咧運出嚟。都係做啲嘢，第二啊，第二次係一次兩次，呢次係第三次，所謂叫做喺貓山嘅。